此影片是使用测试服录制的，一切将会以游戏内事装为准。嘿、hey, 兄弟，我是午饭，我是 Brian， 今天我们玩什么？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突发影片的哦。对啦，突发影片呢就不代表说一定是在凌晨上传的，嗯，也有可能是在傍晚的哦。反正此时此刻呢就是我们出这个突发影片的时刻啦。对啦，那今天的主题会是什么呢？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讲一讲小辣椒的第二武装配件啦。哇，我们在 Broker 里面就看过嘛，小辣椒的新武装配件可以让它子弹转弯哦。没有错啦，实际上呢并不是说可以转弯，而是有追踪的功能啊。对啦，所以我们就马上来开始介绍一下小辣椒的新武装配件吧。Let's go！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小辣椒的新武装配件，就可以让它子弹有自动追踪敌人的功能哦。没有错啦，而我们发现了它子弹在射出一定的距离过后呢，就开始转弯去找靠近的敌人哦。对啦，这代表说如果敌人是躲在这阵墙壁后面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射得到的哦。它没有办法直接的转一个急弯的，也就需要一定的距离啊，让它转过去打中敌人的。就是需要一定的弧度啦，就像你在飞行皮皮那样，不可以让它转一个急弯的。在我们试玩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很想显示出一些非常美的转弯，但其实很难的哦。玩起来更爽的呢，就是让小辣椒的普攻距离啊射得更加远啦。在画面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用普攻，还有用补装之后的普攻射出来的分别啊。小辣椒本来的普攻呢，就只能飞十格嘛，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补装配件呢，可以让它多飞一下子哦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让小辣椒分别站在13格还有14格的距离进行射击了，而14格的距离呢就无法射中目标，而在13格的距离呢就可以射中目标的。在这里我们就得知它的普攻10格，再额外加到3格，也就是13格啦。那就算不懂得如何控制啊转弯的兄弟呢，至少啊我们可以射得更远。在实战当中呢，其实我们会发现到敌人会特地的扭来扭去，为了闪开小辣椒的攻击哦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一点啦。没错啦，一点点的差距呢，小辣椒的武装会带领着子弹啊撞向敌人的。刚刚我们就有讲过，小辣椒的武装配件让它的子弹飞行距离变得更远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在它的伤害上面呢，我们也明显看到是有差距的哦。由于它子弹的最远飞行距离呢，变成了13格嘛。对。所以在同样的距离啊，比如说10格的位置打中敌人的话呢，伤害肯定是会被降低了。那其实是因为它的飞行距离变远了，所以导致说它的伤害还没到达最大化啦。相比第一个武装配件呢，这个武装配件啊，将会让它射得更远，更像是一名射手啊。而第一个武装配件呢，其实也非常好用的，尤其是在一些地图啊，当有刺客来突袭你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一个自保的技能啦。而在一些比较空旷的地图呢，我们就可以放弃这自保能力啊，而选择更好的去命中敌人的哦。总而言之呢，两个武装配件都各有千秋，在不同的情况下呢，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武装配件呢才是对的。那我们也是去玩了几场啊，玩一玩这个武装配件呢，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。现在我们马上就来看一看我们的游戏画面，然后再让兄弟们来决定这武装配件到底好不好用啦。Let's go！哦，小乌鸦，那小乌鸦有新的武装配件，他不会用武装配件。对啊，所以就只能看到小辣椒的新武装配件。对啊，先来啊，要回来这延迟感。喂，喂，你好，雪莉。Yes， 漂亮。现在我躲的位置，感觉你会开武装射我，我要躲一躲先。要躲一躲先啊！不够转，耶、yeah ，不够弯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啦，这个弯还要很极限的时候才会弯出来。是啊，所以没有去到太好用哦。对了，觉得如果在前期那种很靠近的地方，你开这武装配件呢？如果很急的转弯的话，基本上是这武装配件射不会成功的啊啊！我竟然被可他射死了。而且还有一个缺点是，这个武装配件射出去的伤害会比较低。Yeah， 没有错，它没有原本那个这样高。乌鸦，你不要躲着啊！来，救不住欧阳，射在墙壁上面。他转弯射墙壁，是了。哎呦，转弯射墙壁。不过那个减速的，我觉得他旧的武装配件可能会比较好用一点点。这要看地图了。对。哇！耶、yeah, ，干得漂亮！哎、哦，还不上拉乌鸦。啊！哎，搞跳起来了啊！他竟然放你走 ？No， 不行不行。啊！武装配件用完了了。好，现在到我表演的时候了。你表演的。咻！给他们咚咚。哎呦！转弯了吧？看到了。可特中耶，漂亮！可特喂，那乌鸦很烦呢。乌鸦你来，我杀乌鸦。杀雪莉，这样子射，就它就会转弯射里面了。哎呀，没有，这个转弯其实没有到很好，对，很好转。它只是转一点点，就可能你的错误是一到两个。
Yeah, 啊，就是那种太急着转弯的话呢，基本上是射不到，它需要一个弧度来转弯。没错啦，就像皮皮这样难控制。皮皮，那皮皮啊，皮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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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射乌鸦，射乌鸦，就不跳前来跟你的弹射，接一实战哇，接一实战，大招，大招，接一实战，接一实战，哎，射不死，哎，可都收掉，神助攻，三角形射了，你们队友太强了，神助攻，可特不动了。哇，木桶加大奶妈，对啊，所以看来我们的队友都没有一些远程的，对啊，他们完全是爽就选了，完全好像是近战的这边，没错，哇，这些人长台也消耗哦，我快打的是来个转弯的蛋蛋，呀，就是一粒蛋蛋，哦，木桶直接滚回去啊，射奶妈一枪，哦，奶妈真的好硬哦。奶妈好硬哦，你不要放表情啊，不要伤心啊，现在队长，哎呀，去杀了你伤心。他的转弯转到不够漂亮，就、啊、你看转弯差少少、啊，还是成功闪过了。转弯差少少，对了，不能太过远的时候转，比如这样子就，哎呀，转去箱子那边。我瞄的时候是没有对着箱子，他把我转弯撞箱子。他没有，可能他没有侦测到有敌人，所以他会射向那个箱子。来木桶中。哎呀，直接滚哦！撞死他，看到吗？溜不溜？溜我！哎，直接溜我！来，我、哦、你的队友太硬了，厉害嘞！太硬了，那个可是我选出来的。来，立来！还有一个人在哪里？还有一个人还在家，躲在里面。没有，在家，躲在里面。艾米来减速他，一个转弯，这个中！哎呀，奶妈不要跑！他优先转去仙人掌的方向，太惨了。就。来，立来，感觉上比较喜欢用第一个，就是旧的武装配件，啊，旧的武装配件至少可以拿来自保。对，这个射的话呢，转弯未必射中人，这个可能你要很厉害射。哎，可以。打，哎，再往上射，输一本了，喂，你的硬军团输一本，没有错了，现在要跳起来，炸死奶妈。来，回来了喂，去送死两个，那个去送死。现在我再找出小辣椒吧。回个血，你来。啊！别放表情了。住！哦，痛哦。耶、yeah ！哇，有两个狙击手哦，我有两个大汉哦。Yes， 大汉在这里就是给你射多几枪的意思罢了。没有错，所以我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射大汉，断草丛。要断草丛。Yes， 不然等下你一直跑过来怎么办？我哪里会一直跑过来？大汉的意思。你的大汉一直跑过来怎么办？哦，好像你还上去那边放酷脸给人家，好给我看他酷脸吧。哎呦，他来了，小辣椒中吧。哦、哎呀，这个没有转弯吗？有，但是不美。照理来讲，刚转弯应该会中的。对，但是他向左了，再向右，他好像感觉他会转那么多段吗？向左转又向右转啊！等一下，你看冲锋，我看到是两段的，这么厉害啊！就是讲他跟着那个人的走位，感觉像他好像一开始找不到你，到找到你的时候，他就无端端乱转呀，会乱转，嗯，啊，是啊，有时候要试过才知道啊，不是你不知道好不好用，我射一枪不发那边转弯，哎呀，有转弯，哎呀，中石头 ，yes， 转弯中石头，走。来，我这边家里面有一个普林莫，非常的危险。对，很危险的，不要出来。喂，卡尔，别，火箭射他，火箭不要吃，别。喂，那卡尔嘞？哦，我在。哇，你的水力又是来人家家，你这种队友训练到有死了，他过去人家家死了，太厉害了，训练到。训练到太厉害了啊！这个是，普林莫不要乱动了，普林莫。哎，水力大招啊，大招的。Yes， 哎、水力要回去了。哦，武装用完了。对，我也是用完了，现在没有的转弯了。现在只可以直线的射。Yes， 立过来。但是这个也是比转弯更难用哦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延迟。哦。啊。是啦，还一点是因为可能在这边一次是不会有少少延迟。对，延迟。可能是因为延迟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武装罢了，没那么好用，就比起之前第一个武装配件。嗯。啊，来选。但是正式服上线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真正的用过才知道了。没有错啊，不过这里目前所遇到的呢，最终让你开启了啦，你还要花你的眼力去瞄准。来了，波克、杰西，我有法兰克，硬硬的。Yes， 等我一点点闭上去先。一点点闭上去先啊。
来射这杯枪 ，yes， 再射一枪，我的人的确在那边。来个转弯的道，你看转不到。哇，他转出来是 S 字形了吧？有咩？没有啊，这样夸张咩 ？S 字形，这是我看到他转到没有啊？转到美，虽然转到美，但是没有射中人。对对对，但是转到美，射去华丽而不实用了。华丽而什么？华丽似乎啊，没有用的啊，就是这样，三角结形。喂，啊，来打我的队友，来这边。射一枪转弯的，射到多颗，射到多颗。射一枪不转弯的先，不转弯的先，等下才转。可以，捉住啊，捉住！耶，找个波哥啦！哎，波哥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OK， 是时候转弯更快一下。不要这样嘞，鬼杰西，中过你前来，就转弯啦，没有中，转弯先能炸。有中到吗？好像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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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在。再来多一枪，转弯突发，他还在我后面，很开心。转弯突发，哦，真的漂亮啊！就是要在那种直线的位置那边转弯。对，反而射墙壁的后面，一开始你就觉得这个武装，原来射墙壁后面好像不错。对，那射直线的话，效果我觉得会比较明显一点啦。要直线，然后又要刚好去到最极限那样子，对，有点难形容。比如这样子就可以射中突发了啦，就，哎，快，他走出来了。哎呦，你这转弯，那转的不够力，不给你。我出来了喽，还转弯。喂，法兰克，法兰克，我跳起来先。法兰克啊，就是这样了，就是这样了。补一补法兰克。但是现在呢，我的武装用完了，只可以直线的射。中，耶，武装用完了。哦，杰西，回家。杰西，对，我来救你啊，杰西。杰西 ，Oh no！ 耶，这是太难喽。大大跟法兰克有可能是三个吗？哇，他来到我面前开大招了。来动，收掉了。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咦，完了吧？完了喽，你还想要看呢、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